欢迎回来我的仙境传说从零开始的刺客之路。那今天呢是久违的打本系列啊，真的很久没有打本了，因为在目前来说前阵子的话都在搞装备嘛，不管是装备的制造啦，然后精炼啦，附魔啦，哇这三个大坑啊，还要改造啊，这三个大坑真的是吓死老夫子了。那前阵子的话真的是搞了很久，那目前来说终于把装备搞得差不多了，基本的装备大概都已经有了啦，就是目前加九时空头嘛，那个沉默的那个玩意把它换掉了，换成就是两个。然后最主要是在今天下午的时候，因为头下不知道买什么，然后想说好啦去找一下，就是那个所有资料看看头下有什么好的。那有很强的啊，但是超贵；那不强的又不好看。然后找了一个，突然看到有这个啊，梦魇古城的旁观者，他呢技能延迟减5%，而且全种族的物理伤害有加2%。重点是戴上去之后呢，啊，有只蝙蝠啊，跟那个天使一样，就是在你头上一直在那边飘啊飘啊飘。我个人觉得还不错了，还蛮可爱的啦，8500万，超级贵的。但是看到那个乌尔凯努斯的那个金链啊，没有，我光他附魔这个乌尔凯努斯哦，我大概付了快2亿吧。然后到现在属性还没洗好啊，真的是太烂了。所以 OK 啦，所以目前来说的话，装备的部分正面基本已经搞定了。那影子装的话，目前贪婪有了，然后十字斩抽者有了，然后还有那个手套也有了。那目前就差靴子跟这两个那个无极的坠子这些还没有敲好。那其他的话，这些就慢慢再存钱吧。所以目前来说呢，该买装备有了啊，前阵子氪的也蛮凶的，目前氪了10000出头了吧，所以想说好了，该去打本赚钱了。所以今天我要去打什么本呢？啊，因为之前还有一个本，之前自己试一下有打过，大概2-3次吧。那只是说早期的时候网打不赢，因为真的太痛了。那就是我们的姜秉承的这个啊，恐怖玩具工厂。这个呢，其实160有去打过一次啊，被网秒杀。180有去打过一次，被网打了3-4次吧，然后终于把他打死了。那目前是200级啊，应该是打得过了吧。那目前来说打这个的话，其实也是为了这个啦，摩卡策，然后再是这个基米的胸针。这个的话刚去查一下价钱，其实还是蛮贵的，4000万啊，这个应该也算是个宝啊，4000万，反正100万、千万以上应该都算是宝了。然后去查一下，想说这个玩意儿副本很久了，为什么东西还那么值钱？然后看一下它 MTK 有加5%，哦，这是加5%呢，不是加5%呢，所以感觉蛮 OK 的。还有这个变动咏唱啊。变动咏唱的东西好像就蛮值钱的，其他的话要搭配麒麟蝴蝶结，这应该不会有人搭配吧？我也不知道，因为这应该是法师带的。好啦，那目前就是每天就是准备要去打那个王的副本啊，然后去赚钱。对，今天呢我们就去挑战一下，我们去挑战一下这个吉米的这个，因为这个目前还没有那个展示一下给大家看过。虽然可能大佬们已经不打这个副本了，我是想把我目前来说没有打过的副本，或是有打，然后只是说就是可以赚钱的副本，就是每个都展示一下，然后之后自己试一下再打，除非有一些打到像网卡的东西的话。目前来说没有，还目前还没打到什么网卡啦，除了那个什么战死者之墓那个之外，我战死者之墓的卡其实也不太值钱，大概就是几百万的价值而已。好，到姜秉承，好走啊，要去打我们的玩具工厂了。来，我记得是先跟他讲话吧，快速进行好了。好，快速进行。然后我记得应该是第一个先变那个礼物箱嘛，然后啊变姜饼人啊，然后去啊对变姜饼人，然后去打怪，打到好像说怎么大家都不见了这样子。来，今天我们就来打一下哦，来。我跟你说，我现在有这个哦，看真的是超好用的。个人觉得他那个什么东西啊，就是野蛮冲击哦，真的就是那个什么回旋刀刃，这个复数版的那个十字斩。难怪他们说那个马尔斯的那个真的很好用。不过我之后比如说五转的话啦，他可能那个如果那个什么十字就是那个什么那个。野蛮冲击的技能如果又不好用的话，到时候可能说不定那个乌尔凯努斯就没了。好，有了啊！作业主管广播啊，大家都跑去哪了？怎么可以擅自离开岗位呢？我们先回去变身好了，我怕等一下时间到了，他那个之前有一次打，然后时间到了之后变回来，然后就就被那个家伙认出来，然后就被打死了。你老师的嘞。走，我记得好像是要去一个那个机台的上面吧。我可以这样走吗？欸，可以，这样比较快。对边，哎，这边吧。哇，有人跟我要收税务，哎，我的天哪，我也要收税务。好嘞，这个啊，
这个作业主任，然后变身这个礼物箱，好的，走喽，变身礼物箱，然后我记得是先去右手边，是不是？右手边好像要找十个那个娃娃的样子，十个绿色姜饼人的样子。好来，听取攻略啊！哎呦，不应该听的啦！哎呀，我是白痴。作业员包装礼包啊，人才凋零。快点，大姐，大姐。好，抱歉，我们等一下再见啦。好了没？好了没？哎、欸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出来了。然后我记得可以直接按那个。然后我记得竹尾他们那个时候，他有一个那个图，就是那哎、欸、那哎、欸、对，一个在这里。好，那我快速找一下好了，这应该就不用那个了，因为反正大家都知道了，只有我们这种新手不知道而已。只是他讲话的时候不能动啊，很讨厌。不过对于我们会隐身的来说，他是 OK 的。好，然后快速找这十只，等我一下哦。好，全部都搞定了啊，十个啊，十个。有时候眼馋真的找不到。好，然后出，我记得是出去之后往上走，往上走，然后有遇到那个，遇到那两个那个老人啊，对，两个老人，然后被抓走了啊，安东尼奥了，然后我们要去救他的样子。好，等一下吧。好，配送职员，请准备一下。OK 啦。好，这位人类啊，若是愿意帮忙，就跟我来。OK 啦，要开喽，我们要出发喽，要去找那个安东尼奥喽。哎、欸，有了啊。好的，去找那个了。哎、欸，就是这家伙吗？哎呀，这么近，这怎么好意思？哎、欸，搞定了啊！浪漫乐谱，不知道什么东西啊，先捡一下。好了，打完了啊，回去，就这么快。我之前找了老半天。好，最后我们就是找王啦，那个要来打王啊。这个王真的不知道打不打赢，我只记得有两只，然后同时打，然后听说他超级痛。小心啊，吉米不太那个麒麟吉米啊。啊，该试试一试，哈哈。其实我也不知道打不打赢啊。可以吧，200级呢。好，麒麟吉米来吧。他是说两个要一起打，然后他身上有那个黄色的时候就不要打。好，看到你爷爷之后会特别。哇，你们这两个真的是蛮必居的。好，我当和事佬了。是我害死爷爷的吗？没有人会爱你的。哎呀哎呀，要暴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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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，你也快过来吧。来来，王哥来了。哦，石化了。哎、欸，赢了！哦，他就赢了。叫什么？心门紧闭花，枯萎的花。哦，轻松多啦。哎呀，这个野蛮冲击真的是太爽。好了，打完了。那打完以后，我都记得，哦，这边出去。我记得可以开箱子吧？哎、欸，哎、欸，为什么才六个？哦，十个箱子，对，没错。好嘞，我们来开箱子了啊！说服吉米失败没关系，开哦，有个那个纸箱，开，然后我们都来开箱子，开，哇，好多饰品哦，可以拿去卖吧？开，有没有摩卡册啊？哦有，这什么？这什么礼物？啊，其他沾血的硬币应该也不用。好啦，就这样啦，啊，不错。那我们最后再把剪来，可惜没打到卡片了。不过至少确定目前打这个已经很轻松了。鞭子什么鞭子？空瓶，腐烂，看到是没营养大的，
都是些什么怪东西啊？心门紧闭啊，黄金两个啊 ，OK 的啦，有钱啊，有钱啊，这什么东西？靠边，细长的鞭子，傻小。好啦，没什么东西啦。好 ，OK 啦，就这样啦啊，所以以后机米应该也是可以每天刷了，看起来蛮轻松的。那我们就出去啦。好，这就是我们这次打击那个什么玩具工厂。之前只有十字斩，而且装备还没搞的时候，真的蛮辛苦的哦。现在弄好之后很轻松啊，野蛮冲击打复数真的是太爽，而且是同时打，很轻松。好，那再慢慢刷，以后刷到宝再跟大家分享。OK， 那喜欢的欢迎支持一下，我是勋劳，感谢收看，下次有再见。